好，继续讲啊。顶节讲六祖大师啊，为什么那无要去行邪嘞？啊，恁看个遮这个经文内面，干来讲伊无要去安尼啊，嘛无解释安怎，对不？但是你来样看经里外，看字里行间呐、啊，啊、哦。我即马先讲一个，另外一个代志啊。普陀山呐、啊，是观世音菩萨道场对不？啊，古早有一边有一个主持哈，这个皇帝啊嘛去吊山呐、啊，哦，啊，查皇帝要来哦，哦，惊一个闪灾闪流，啊，皮皮拖安尼。那出家人啊，以佛法来讲，就是为人天导师嘛，啊、哦，应该要为人天导师啊、哦，所以是超过世间呢、啊，啊，即使是所谓贵为天子啊，嘛是赶快拢是世间人啊，啊、哦，那您看个家阵，你往里想讲，啊，六祖大师伊那边去行啥？啊，你应该多较侪众生啊，是不是？但是，唔是遐简单的代志啊，哦。啊，六祖大师伊无去的原因是安怎？上主要就是讲不与人争啊，哦，因为已经有两个国师在遐，对不？啊，伊要去从啥？到老咧咧啊，对不？啊，要去从啊？要去拼，要去先拼先老，对不？啊，你去了诶。伊嘛是国师啊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是国师，啊，去了，会变做安怎呢？虽然你互相无比啊，国师诶，迄大师甲大师之间无相无咧比啊，吼、哦，但是伊诶下骹人甲边仔诶人拢会比啊，安那比呢？比啥？比讲六祖大师皇帝互伊住虾米所在？吼、哦，啊，互伊偌侪使用人？哦，啊，互伊食虾米货，啊，赐伊偌侪衫，哦，啊，偌侪布，哦，这拢下骹人拢去比啊，对无？啊，搁有咧，上个重要就是讲，这皇帝一定会叫因三个国师拢伫遐，啊，就问道，对不对？那问道的时阵哦，安尼就变作咧先拼先啊，对无？就咧等于是斗法一样啊。是不是呢？啊，所以等于是在比啦，比试。那六祖大师他明明知道啊，他所得的法是正法眼障，对不？所以伊就无需要跟人比啊，是不是呢？啊，那比的就会起烦恼啊。虽然伊顶头的人有度量来讲啊，但是下骹的人。伊那种因的师傅，必须让下骹人起莫结拜啊，对不？所以也变作安尼。啊，个这是比法啦，爱就会比另外其他世间的迄落家亲啊，啊个啥，个比名，因为皇帝会赐给他们种种名誉啊，哦，给他什么名称啊，对不？哦，那如果说。给六祖大师的名高过于他们，那别人会起嫉妒，对不对？会起嫉妒，也会起嗔恨，你怎么后来居上，对不？那如果给六祖大师的名不如他们的话，那人家他们就要笑，哼，你看你说是得到这正法严障，结果你不过如此而已嘛，对不？阿弥陀佛，所以就干脆就不要去。但不去还有一个原因，这个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想想，国在皇帝要招你去，你敢不去啊？那是违旨啊！违旨要杀头的、啊，违旨。你想想，国在皇帝那阵下圣旨来的时候，是什么款的场面？你知影？一个人摕到圣旨，无一定爱圣旨啦。那阵皇帝摕一个信不就会使啊？哦，比如讲摕一个印啊。啊，互你，还是摕一支剑，
啊，是摕一张什么臭纸头也可以啊，啊，然后上面有盖一个这个皇帝的印，啊，那去到遐的时候，讲哦，就变作是圣物了哈，然后就要设香案，啊，供在上面，然后大家顶礼以后，然后都跪在那里，然后这个拿诶天海狼夜狼哦，就站在前面啊，然后宣读安尼。哦，圣旨开拓啊，对不？哦，敢那国外伊咧播的同款呐，正经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啊，即马啊，若有啥物命令，啊，下骹人就一定爱领旨，哦，一定要领旨，领旨，而且照着去做，而且不止领旨，还要谢恩，对吧？顶顶礼哦，谢皇帝圣恩，不管给你是好的坏的都要谢啊，即使说。摕一个毒药要你食，你嘛就爱领来讲，谢这个皇帝圣恩，啊明明摕毒药要甲你偷袭，你们来爱感谢伊，哦，所以你就知影古早是安尼啊，非常的专制啊，哦，啊你一个出家人，你有啥物把握？你敢？无人敢，无人敢讲违纪。讲不应招啊，无人干，所以要很有风骨才有办法做得到啊，而且不怕，唔惊死啊，譬如讲慈禧太后啊，伊嘛有招一些那个出家人进宫，啊有的人不受招，哦，他就大怒，啊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。天威震怒的时候，那不得了啊！整个呼吸都给你灭掉，那是他举手之劳。而且这佛寺被毁掉，那个以前就有法难过了哦，所以不是新闻了啊。但是啊，六祖大师，他就能够这样子，就是不畏权势，不畏权势，不慕荣利。荣就是光荣啊，光荣就是名嘛，啊，利就是利益啊，所以这周顺米做假啊，啊，啊，咱这个阁继续看一个啊，薛瑾问讲，因为咧北部的吼，迄家乡内面咧禅德拢讲，都爱坐禅啊，吼，啊，这个六祖大师就讲，道由心悟，取在作也，你看这。安尼甲讲有简单无？我咧讲无简单。安怎讲？你迄薛瑾是啊？薛瑾安尼就是钦差大臣，你知？钦差大臣领着圣旨，你敢伊安尼讲？你敢反对？朝歌灭族，对吗？所以，那他就说：道由心悟，不取在作也。哦。所以呢，六祖大师就，如法说法，该当按哪讲就按哪讲啊，唔是讲哦，你是大官，我咧惊你，啊，我就讲啊，就，就是你，薛大人所说的，正是，很好，唔是安尼啊，啊，好，我再看一看，薛瑾就讲。弟子啊，这边啊会惊啊，诸上一定会问啊，吼、哦，希望问讲啊，六祖大师哈，大师你有安怎教示无？啊，愿这大师你慈悲啊，只是心药，啊、哦，心药啊，啊、哦，佛心的药剂啊，佛心的药子，传授两功啊，是京城学道者。哦，甲京城即学道的人，拢会当学道的学佛道啦，吼、哦，会当知影。啊，那安尼咧，就譬如一灯啊，有一趴灯啊，燃百千灯，就用去点百千灯啊。伊这一灯就是讲伊家己啊。伊即卖就是六祖大师，你教我，啊，我转去就敢那讲互听，啊，就敢那点真侪灯安尼啊。明者皆明，明就是暗啦、啊。暗的就变作拢明起来，啊，明明无尽，哦，这四月
有寿台寺的供啊，道无明暗，明暗是代谢之意，明明无尽，亦是有尽，相待立明，故净明经云，法无有彼，无相待故。啊，这六祖大师的讲啊，因为这个批论啊，是真多安尼讲啊，传灯嘛，对不？传灯，所以一灯燃千灯、千百灯啊，这是真多这款的讲法啦、啊，哦，但是六祖大师啊，佮讲这个有更加的无上法，这是《楞严经》啊，你讲啊，这一这么说讲的，这个是《楞严经》的法义啊。哦，道无明暗，这个佛道啊是无明暗的呀。明跟暗嘛，明暗是代谢意，代谢就是二境，明是一种境，暗也是一种境，明境跟暗境，明境跟暗境啊是互相代谢。哦，代就是代就是代替啊，谢就是无去啊。哦，那阵。明来就暗去，暗来就明去啊，对不？所以互相取代，互相这个来去啊。所以这是代谢之意啊。啊，所以明暗嘛，就是互相代谢，互相你去我忙。啊、哦，你生我亡，你亡我生，安尼，啊、哦，所以明来的时候，暗就去了；明来的时候，暗就去了。譬如天更的时候呢，啊、哦，那明相起来了，那暗相就走了。那到傍晚的时候，暗相起来了，就明相就走了。啊、哦，那明相跟暗相都是一种静，都也是一种尘呐、啊。啊、哦，所以是互相代谢啊、哦，那么就是有生有灭了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生灭法啊、哦，所以他说明明无尽，亦是有尽，所以啊，你所讲的明明无尽啊，其实嘛是有尽啊，你本来是讲无尽啊。但是你的无尽嘛，变做有尽，就不究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依生灭，依于生灭法，啊，依于生灭法而建立，这个叫做，就变成也本身也是生灭啊。所以你本来是要建立这个，不生不灭、永远无尽的这个法嘛，啊，但是你所依的是有生灭的。现象，所以你的法也变成有尽了，你的法也变成是生灭的啊，不究竟了。相待于立明啊，相待，因为明暗是互相对待啊，互相对待就是二法了啊。那么以明暗二法互相待对待而建立，待立就是。对待建立啊、哦，因为明跟暗嘛是互相对待啊、哦、来建立的呀，所以这《净明经》就是维摩诘经啊，《维摩诘经》定陶公法无有彼，彼就是病啊，彼搞啊，他都要来讲讲，六祖大师无要去加啥，就是无要跟人比啊。因为我不跟人比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跟我比，你听我，我不跟人比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跟我比，这里就注意哦，啊、哦，所以哈、哦，咱学回来人啊、哦，嘛是爱安尼，卖跟人比，卖跟人比就无人会用跟你比，你听我，所以你卖叫人跟人比讲哦，啊你。念偌济经，啊！你修几界，啊！你修什么界？哦，啊！你坐偌久？哦，免比，你若比就有高下，啊！若无比嘞，就没有高下，啊！无人就无人有法度同我甲你比，因为你就无爱甲人比嘛，听有无？所以啊，
不是只比修行，啊嘛卖比道场，哦，讲道场偌大都偌大，哦，哎，几平还是安怎，几架，哦，啊嘛卖比道地啊，几个，还是几十个、几百个，哦，啊你无要甲人比，就无人会当甲你比，哦，安听我，所以变成无有比呀、啊，哦，无比法是什么？无比法就是阿比达摩。阿毗达摩的意思就是无比法，阿就是无了，比也是就是比的意思，达摩就是法，那无比法又称为未曾有法啊，法无有比，无有比拼了啊，是无跟别人比拼的，所以它是叫做绝代呀、啊，绝代，绝一切对待啊，绝代就没有无比了啊。他都讲比吼，迄、哦、你是讲修行出家啊，在家人嘛赶快卖给人比哦，卖比讲哦，啊你诶薪水偌济哦，啊是比恁翁赚偌济，啊恁囝赚偌济，啊恁厝偌大哦，啊你驶什么车，我驶什么车，这拢是咧比啊哦，啊那有比啊就烦恼。无比啊，就无烦恼啊。那有比啊，就人比人气死人啦、啊，对不？啊，那无比啊，你上牛啊，对不？所以拢卖跟人比啊。好，法无有比，无相待故，无二法相待。哦、无二法相对待、哦、所以你看这就是周师的风骨嘛、哦、不是说他是钦差大臣啊大人 啊, 啊所以他说的都对 啊, 啊他如果说不对也不敢说啊不是这样、哦、所以看一下简曰：明喻智慧，暗喻烦恼。修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无死生死，平和处理。啊、哦，这薛简的讲啊，讲明啊，我说他都要说讲的这个明啊，就是批论是智慧啊，啊暗嘛，就是批论就是烦恼啊。啊，修道之人啊，那如果无用这个智慧来照破烦恼啊，啊你就无死生死啊。平和处理，没用没平就是凭借啊，哈、哦，凭借下面嘿啊，来一旦处理这个形式烦恼嘞，懂了？以前讲的这些东西全法了，全法不究竟的法啊、哦，那么所以是对治法啊、哦，那但是这个不究竟啊，下面。诗曰：烦恼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圣见解，阳路等机，上根大智，上智大根，其不如是。柳州大师的讲啊，烦恼即是菩提，这是究竟的啦，这是非常的亲吗？啊、哦，烦恼的体呀、啊，是真如本体。那么真如本体所生出来的，那么所以说也是菩提，菩提也是真如本体所生啊。好、哦，请各位注意，这个菩提啊，不是本性啊、哦，菩提也是本性所生的，啊、你知道吗？因为菩提有对待，你知道吧？啊、哦，菩提的相反是烦恼啊。本性有没有对待？本性没有对待。本性就是本性，所以是绝代、哦、本性就一切法的本体啊，所以烦恼它的本体是本性，那么菩提也是本性，它的本体也是本性，都是一体所生啊，所以皆是一体之用啊、哦、所以烦恼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法呢？烦恼是因缘法，对不？哦、有烦恼的因缘、啊、就生出烦恼嘛。那菩提是什么法呢？
菩提也是因缘法啊，有修菩提的因缘，所以最后证菩提嘛，对吧？但是本性啊，不是因缘法啊，本性是本自有之啊。那么本性呢，就觉这个一切的对待，那如果有烦恼因缘，这个本性就转本性为烦恼啊。那如果有菩提因缘，就转这个烦恼为菩提啊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因为它本体都是一样的啊，所以无二无别，没有两样啊。菩提跟烦恼啊，不是两款的东西，是其实是一款的东西啦。哦，不是两款，暗嘛无差别。啊，这个譬论哦，我再重讲一遍，就是跟那顶边我讲讲的金嘛，由金子来打造，对不对？打造成这个佛像。就清净之相啊，啊、哦，那同样的金子，你再把它融化以后，再打造成淫女之相，那就变染污相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不管是清净相、染污相，其实都是同款一块金嘛，对吧？但是它所只是它所现出来的相不一样，所以让众生看到的时候，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一样。或者这么说好了，如果一个女人她打扮得很正经的样子，那么就好像淑女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她打扮得很妖冶，穿得很暴露，就变成好像淫女，那就使人产生很多的遐念、邪念、遐思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同样是一个女人，因为他外表的装扮不一样，就令人有不同的想法，就起不同的作用，对不对？那么更何况是那个金子，它真正是完全改变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一切都是表象之用，所以你看待一切法的时候，就要从它的三方面来看，起象用。伊个本体是共个啊，啊本体呐现出什么相啊，伊就有什么作用出来，哦，但是本体其实拢共个，哦，啊个另外一个譬论呐，是经内面常常讲个，这你好好也好好去思维，哦，你若思维会通的时候，那你就智慧就开啊，就好像海水跟波浪一样。海水起波浪，浪有大小，对不？啊，那么也有小浪，也有涟漪，也有微波，有巨浪。但是啊，会起这浪的，会起波浪的那个东西啊，都是海水，那个水拢共的，变咸啊，变淡，这个湿性一样。咸性一样啊，所以海水的本体没有变，海水还是水，水还是一样的水，只是因为风的因缘所以起的浪的大小，那它如果起这样子，我们就说它是大浪啊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说是小浪啊，那如果起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我们就说是海啸啊，那但是海水本来它自己都没有分别，海水它本来都还是一样，就好像那个金子还是金子一样，成无改变啊，永远都是一如啊。那你好好去思维这个意义，就知道所谓的烦恼即菩提啊。所以烦恼譬如那个海浪，菩提譬如说浪停止以后，风平浪静的时候啊，那不管没有浪的时候，有浪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烦恼，没有浪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菩提。事实上水是完全一样，所以那个水代表是本性，本性真如本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，
那么真如本性如果遇到风的因缘的时候，就起浪，我们称为烦恼。这样，无二无别，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圣见解。那尊公哈、哦、是爱用这个智慧来照破这个烦恼啊，这块是理性的见解、哦、就是对治的啦、哦、那就是说、不是究竟的。阳路等级，这个是接引阳路阳车跟路车啊，啊、哦，顶边有讲的哈、哦，阳车跟路车的根基啊，就是诶，讲诶黑球处为尊啊，三界火灾啊，啊、哦，你三界火灾诶，爱内面的众生遐囡仔，唔知影通危险，唔知影通出来，啊，就佛祖就用阳车跟路车要甲骗出来，对无？骗他们出三界火灾，出生死烦恼痛苦啊！所以讲阳车路车啊，其实这东西化成啊，阳车路车东西化成，实在一实在来讲拢无啦，一实在来讲是干那只第五车安尼。上至大根七不如是，那尊有上顶的智慧啊，大根气的人啊。拢总唔是安尼咧看，哦，拢总唔是安尼修的啦，哦。简曰：如何是大圣见解？是曰：名与无名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。实性者，处烦愚而不减，在圣贤而不增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急，不长不断不长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及其内外。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迁，名之曰道。这些点就问讲，啊，什么是大乘的境界啊？这个作答意思的讲啊，明甲无明啊，凡夫见二，凡夫人啊，看到讲这是两款的法啊。智者了达，那种有智慧的人啊，了达，啊、哦，其性无二，就知影讲明甲无明的本性啊，是无二啊，是同款的啦，就是伊本体啊，拢都是同的啊。无二之性啊，就是实性啊，就是真如实性啊，真如实性啊、哦。实性者，处凡愚而不减。啊，是真如实性啊！这个真如实性啊，虽处于凡愚，虽然啊，是凡夫的人啊，凡夫无趣的人啊，啊，做真多邪妄啊，啊，造种种的邪妄啊，而不减，其性也丝毫不减。虽然是凡夫愚痴啊，造种种邪妄啊，但是这个真如之性啊，丝毫没有减少，真如还是真如。虽然凡夫，造五逆十恶啊，但是他的真如没有减少，在圣贤而不增。虽然这性贤啊，他有修正无上的法，然后而悟道啊。但是他悟道的时候或是修道的时候，他的真如本性也没有增加啊，意思的一说凡夫的本性啊，啊跟性贤的本性啊没差啦，啊没说凡夫的本性比较少一点啊，性贤的本性比较多一点啊，没这样啊。住烦恼而不乱，这本性啊，虽然在凡夫的位啊，在凡夫位的时候啊，然后在烦恼之境，哎，也本性嘛无乱啊，居禅定而不急啊。虽然啊，阵修禅定的时阵啊，伊的性啊嘛无讲因此而变成死寂啊，哦，变成死寂，就那敢那死去安尼，惊去啊，袂安尼。不断不长，这本性是袂断绝的啦，
不会断灭断绝啊，不长嘛，未讲诶，死跟他死去，赶快那定去，拢没有变化哦，长就是完全没有变化，不来不去，本性的性啊是不来不去啊，哦，所以啊，不来不去啊，所以就在三界中啊，那种五道的人啊，就不会贪生怕死啊，哦，那因此于三界中去在自由啊，不在中间及其内外啊，这个本性啊，不是在心跟心的中间，还是说在内面还是外面，哦，不生不灭啊，也本性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，也不也性跟相啊，拢总是如平等不动啊，啊，拢是平等不动，常住不迁，迁就是变迁呐，啊。名字曰道，按理何说道啊？都简曰：思曰不生不灭，何以外道？这个缺点的讲，啊，你讲不生不灭啦，啊，你讲外道所讲的这个不生不灭有啥物分别嘞？唔是同款去啊？外道因嘛讲因是不生不灭啦，哦，啊，思曰。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将灭只生，以生显灭，灭犹不灭，生说不生。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今亦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。如若欲知清要，但一切善恶多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有受大师讲啊，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这个外道所讲的就不生不灭的，是下面呢，将灭止灭，你可以把那个将灭那个灭，把它挂号起来，将灭止生了哈，那个灭挂号起来，止生那个生把它挂号起来，安尼较清楚。因所讲的不生不灭是用灭，这个法啦，哦。去止生，就止住令其不生啊！用一款灭的法去把一切生法啊，给灭去啥？阿弥陀佛，不生啊！譬如讲阿弥啊，你那阵有一个念头起来的时阵啊，哦啊！你用一个方法，把迄念念头给弹起上，灭掉，阿弥陀都灭。因为有一个念头生，那就是我们不看那个念头，就看就说那个是生法。那这个生的时候，那就用一个灭的法来把它灭掉。啊，那这个叫做将灭止生。哦，安条。以生显灭啊，又以生生也可以把它挂号起来，显灭灭也把它挂号起来。然后呢，又以生的法来显出灭法来啊。那么它是。将灭止生啊，哦，用别的法来把这个心法给灭去上，而生法灭掉以后呢，他又用一种法，也就是另外一种法来这个显出他所灭掉的法，因为灭掉以后就没有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灭掉没有法了以后，然后他就在产生另外一种法。然后来显出他有所灭，安条啊，所以叫做以生显灭，那个显就是对照的意思了啊。灭犹不灭，
那如果是这样，这个灭我挂号起来，不灭两个字挂号起来啊。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呢，就灭犹如不灭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它灭了以后，你再去生一个法出来，那等于没有灭嘛，对。那你何必那么麻烦呢？意思就是这样子啊，哎，生说不生啊，那生也挂号起来，不生挂号起来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他所说的灭啊，其实跟不灭是一样的。那么，而生呢，其实是有生啊，却说是不生。说就是却说了哈，却说是不生，事实上是有生。所以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所说的灭，其实并没有灭；他们所说的生，其实是没有生。所以就是自与相违啊，啊，妄想执着了啊。那我所说的不生不灭者啊，我所讲的不生不灭的是本质无生，本来的无生，不是讲有一个法生出来了，我这个面体上讲好都不生啊，很听我啊。那心亦不灭，所以本来的不生啊，所以现在我嘛无免使用什么手段去个面体上，因为本来的不生，所以就免灭啦，对不？啊，免灭不是讲我无去别的，因本来就无东西，没有东西可以灭嘛，对，所以就心亦不灭。所以我尽力不修法去灭东灭它，这样子啊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用使用任何功夫了啊。所以说前面说慧能无伎俩啊，对不？哎，不灭白思想啊，对不？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不同外道，所以我讲啊，我所讲的话啦，就不生不灭啊，就不同外道了啊。如若欲知心要，你若准备知影诸佛的心要啊，啊、哦，但一切善恶多莫思量。你既要这个但就只要啊，只要啊，既要这个一切善恶啊，你所讲的善恶啊，因为这个善恶是无平准的啊，你就是是善恶，但是无一定是正经是善恶啊、哦，一切善恶啊，拢卖去思量伊啊。思就是思索啊，量就是度量啊，一切的善恶你都不要去思索度量它了啊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。阿弥呀，这个思量，因为思量是第六意识的作用，你就不要再用第六意识去思量推敲种种妄想分别的了啊。那远离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分别，那渐渐就自然会当入到这个清净的心体啊，清净没有妄想的真心本体啊，湛然常寂，安妮就契入这个湛然清澈啊。这个湛然就是跟他这个水底啊，迄水真清啊，哎，用诶看到底感官啊。哦，清澈见底称为湛然了、啊。湛然常寂的本体，妙用恒沙。啊，你若用个天鹅的这个啊，你就用个达到伊个妙用啊，敢那恒河沙遐尼多啊。哦，解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理持规缺，表奏施语。七年九月三日，有诏蒋玉师曰：“啊，情况啊，这样，这个修简呐，修到六祖大师的指教啊，伊就豁然大悟啊，哦、啊，就大悟啊，理持规缺，就礼拜啊，
过时啊，登去缺就是公缺，就是皇宫啦，啊，表奏私语，啊，就造火皇帝知影，即讲刘寿大师所讲的话啊。七年九月三日，啊，迄年九月初三的时阵，皇帝啊就有招啊，有圣旨啊，奖谕师曰，就褒奖这个刘寿大师啊。公师慈老疾，为政修道，国之福田。师若敬民，脱疾毗离，就脱疾毗耶。阐扬大圣，传诸佛心，谈不二法，削减传师子寿，如来之见。正积善于庆，树种善根，直师出世，顿悟上圣，感贺师恩，顶戴无已。并奉摩那袈裟及水晶钵，赐韶州刺史，修寺寺宇，四师旧居，为国恩寺焉。这皇帝就下圣旨安尼讲，讲大师你，辞就辞谢啊，哈、哦，辞谢军招啊，啊、哦，老疾，讲因为老骨破病啊，哦，身体不好啊。为政修道啊，为着替我修道啊，啊，其实六祖大师不是为伊修道啦，是为众生修道啦，对不？国之福田啊，师若敬民，脱疾毗耶啊，大师你啊，跟他敬民。敬民就是敬民经啊，就是，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所讲的这个脱疾毗耶，因为脱有生病哈、啊，而住于毗耶里啊，就是维摩诘讲伊破病啊，啊所以住在这个毗耶里哈，迄、那个国里面啊。阐扬大圣，传诸佛心，啊，你，阐扬大圣的宗旨啊，啊，传诸佛的心谣，谈不二法，啊，阐扬不二法门呐、啊，削减传师子寿，如来之见，这削减呐，有传来这大师的积修。这个如来比见啊，正积善于庆，注重善根啊、哦。我这个因为积善啊，修真多仙呐啊，积仙呐，所以有余庆啊，有余就是多了啊、哦。庆就是福了啊、哦，就所以有多很多的福报啊。啊，缩缩细啊，拢种种着善根呐，啊，会当直师出世，就等直就是欲啊，等着大师的出世啊，顿悟上圣啊，就因为顿悟就上圣啊，感贺恩恩师恩，就是真感谢这个大师的恩德啊，顶戴无疑，就顶戴无疑啊，啊。并奉摩那，摩的意思是无垢了啊，无垢。这个摩就是紫摩了，紫摩袈裟啊，紫摩是无垢之意啊。紫摩袈裟以水晶钵啊，干水晶钵就是衣钵啊，这个皇帝赐予的衣钵啊，这摩那衣啊哈、啊、是高丽所产的、啊，就是韩国的啊、哦，以这个很精致的这个织品呢、啊、制成的。赐韶州刺史修寺寺宇啊，阿德文明明的小州的刺史哈、啊，
修个修理这个佛事啊，吼、哦，啊个适合这个六祖大师所住的这间寺啊，叫做国恩寺，吼、哦，国恩寺。这国恩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受国是恩寺啊，啊、哦，第一个是受国恩寺，国受其恩呐、啊，反过来，所以有这两个意思。所以你看嘛，现在弘德是一件摩纳加沙跟水晶波，啊，那阵讲有去行城啊，当面弘德给伊这两项物件，啊，另外迄两个国师无这项无这物件，还是讲较歹，啊，唔得万懂，是不是？所以祖师就是祖师啊，啊、哦。